金门和厦门呢一水之隔。金门的乡亲啊，对两岸同属一中啊，有更深刻的认识，对两岸交流合作啊，有更强烈的愿望。上个月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20届三中全会，我们会落实好三中全会的精神，来进一步的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，来深化两岸的文化发展，让台湾同胞啊能够率先的分享啊，特别是金门同胞啊，能进一步率先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，来共享祖国大陆发展的成果。通过这种交流合作，共享发展成果，分享发展机遇，来进一步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，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。当前台湾民进党当局啊，这个谋独抢衅，使这个台海形势非常严峻，他们这个阻碍两岸的交流，设立了很多的限制，使两岸交流会受阻，这个影响这个两岸的这些文化发展。我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。这一次啊，这个金门县超过一半以上的议员和旅游界的代表啊，来到大陆啊，来表达金门乡亲的意见啊。我们对反对民排毒啊，我们对此是高度赞成。